就是你们刚刚有听嘛，我你们有听到我用台语对不对？因为我是团里唯一一个汉人，对，我不是保留名额，对，我是汉人保留名额，对。然后我很想要跟大家讲说，就是像那个罗永平已经看不懂嘛，就是不会念或看不懂啊，我就是看不懂，因为我英文很烂，对，这是题外话。然后就不要担心，你想想，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你有些字可能比较难念，不会念啊，那你就问，就勇敢的问他。你如果真心想要认识这个人，那你就勇敢的问他，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才是属于自己的，就是大家会觉得，我好像讲太多，反正就是问就对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很少唱，是的，只有在一些特别场合或者是在归宇的时候。这是我们第三年演归宇，就是很开心我们可以跟着归宇一起成长，是的，而且希望归宇可以继续壮大，然后也要辛苦今天所有工作人员，还有辛苦的那个大雄，是的，给他掌声好不好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辛苦了，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就天气啊，对啊，然后就临时演到这一周，然后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过来一起捧场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比较活泼一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首歌是我们重新作曲了，词是别人的，你们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歌。好，不知道。阿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恋情，我爱上了每天上学搭到公车的那个公车司机，他大我38岁，吓一跳。但是我在毕业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写一张这么大的情书给他，那上面的内容是：你如果喜欢我，就麻烦你刹车，轻轻给它踏下去，让我一路撞进你的怀里。如果你不喜欢我，那一样踩刹车，我会自己默默地走下去。如果你现在打了个喷嚏，一定又是我在想你。我半夜被手机吵醒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常常想你说的话，是不是别有用心？明明是很想相信，却又忍不住怀疑。在你的心里，是否只是唯一？没跟上。爱就是要反着你。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。
起来。出来是哪首歌的词吗？呀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